微妙。差点被那个输入法给搞到，原来是输入法的关系。我在想说怎么那个方向按不出来。这次就不要打狗了，直接跑。我发现，在上一节车厢把那个车长处理掉之后，他就不会再有那个过来的动作。You stay here.点错了。
里面还有狗。这样子时间就差不多了。7.4。感觉是整理道具的时间太久了。Go。不要再剪草了，我的天啊。我还真的把草捡起来了，完了。这样等下很麻烦。This is your chance. Okay. Get 不起来。Okay.
前面时间都爆得蛮凶的。这个倒地还不错。不像上次那样，走了一会儿才倒地，拨台前。Come. Roger.点错了。算了算了，不冲了。莫名其妙，怎么冲不起来 ？pose 都摆好了。走了走了，了解这个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要一直捡错的东西呀、啊！冲到一半还绊到脚。差一点就过去了，说
时间快要救回来了。Stay there. Roger. Fine. Zora, Zora. 这间不会再回来了，大概了，我记得是不会再回来了。这边不要冲好了，每次都冲过头。Stay there. Okay. Xia Xia Sang.如果是用键盘操作的话，那它的那个镜头是要点下下上，它才会是最顺的来到那个门前面。This is your chance. Roger.
I don't need this.捡不起来，捡不起来。点错，我是点到佛。会不会被那个药草卡住啊？不会，不过还是吃掉。避免节外生枝。我燃油之前都是取得的时候就按计时器了，可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去点燃的时候再放。Come, Roger. 组合使用，I don't need this. Okay.切换。Come on. 希望这趟打得完。I don't need this. Roger. 刚才就是卡在这里，突然有事情找。
再来，喂，三下，然后上去，然后往路的方向看过去。This way。刚才发呆了一下，想说，接下来要干嘛？差点忘记我要干嘛。堵在门口欸。超坏。最好啦，这样子不行。下来，乌鸦不要乱哦。Let's go. Fine.走这里，差点又走错边目前这趟还是有机会的。磁碟片拿起来。
Come on. I'll go check over there. Fine.二 D， 哇，跳掉了。This is your chance. Okay.I don't need this. Roger.不好处理的判定。应该推到底。This way. Fine. We 还是绕到前面去。来来呀！过来，stay there. Roger. 不要不要。
上上下上上。Really help.你怎么往上走？猴子麻烦哦，要来喽。倒了吧。猴子应该清掉了吗？不确定，还真的不确定，应该是清掉了，他没有跑出来。 I don't need this. Okay. 再来是蜘蛛。This is your chance. Roger. Stay there. Roger. Roger. 整九分钟的时间可以用。Unlocking door. This is your chance. Roger.
疯狂撞墙。I don't need this. Okay.这样居然没对准，老鹰，老鹰。换刃，然后带人出去。Let's go. Fine. 这游戏真的很考验那种及时转向的能力。像在考驾照一样。这个地方也是很麻烦。它地形很窄，然后通过两个人。把石板还来。这次要记得捡。你要出多少？还有一个石板没拿啦。冲过头。I don't need this. Roger.
Come. Roger.哎，碎哦，直接钻过去了，蛮难得的，之前都会少说被抓个一两下。I don't need this. Okay.威斯卡陷入财务危机，推箱子打工，画面流出，一袋一袋一袋。推不过去，让我推一下，有了有了。这样还不够，真假？真假？有了。三个石板，
stay here.门已解锁。This is your chance. Okay.我想一下，等一下那个道具配置。应该是把钩锁跟那个都拿给他。Rebecca。然后他在这边待机。Check over there.走了走了，这边走位蛮重要的，因为地上有几只是会要爬起来咬人的。旁边这个是还没有。然后这边武器先装起来。
又要面对懒绝人水晶二。绿色水晶。把转角堵人啊，红血雷。哇，被咬到了，没处理好，这样这边等一下会非常危险哦。猎人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开枪处理掉。还撑得住。这样比较稳一点点。
也错了，换人才对。准备发车了。还撑得住？哇！被多咬了两下。啊，错了，要先开那个开关。Check over there. Fine. Two 个零件装上去。其实我应该先把枪拔掉。这样跑比较快一点。发车了，遇时不候。
打暴君。这把枪好强哦。两发他就倒了。开灯。我记得这边有一只懒觉人。然后这边是撞球桌。这边是升降机，再来要到那个很麻烦的推箱子环节，真的很麻烦，而且容错率又低。到底是谁设计这种解谜的？呱呱！I'll go. 叫设计师出来面对。哎 ，Limis Lu， Hello， 下午好。
这次多了大概六分钟能用，希望不要再卡住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不行。好像有，好像有。有了，漂亮。有点抱怨也是合理的吧。好，赶快过去拿。This is your chance. Okay. 现省十分钟。先把该换的东西换过来。不要闹！好，可以。这边好像有两只猎人吧。好了，拿一罐喷雾应该就够了。走错边。进来，暴君的逆袭。这是我后来发现的，其实麦格农的伤害比威斯卡的那个还要高。得用麦格农去打暴君比较有效率一点。
两发就解决了。被咬到一下，直角甩尾练起来了没？没有很熟，练不稳。偶尔可以用出来，然后大部分其实还是有失误的。啊，没捡到，错了错了。哎，我还没把它带上来，完了。你怎么不上来？ Come. Okay. 等一下再煮好了。过来。You stay here.
如何？如何？使用。甩一次只是入门，要甩五次才算练起来，太难了吧！我家又不是卖豆腐的。送豆腐那个水不能洒出来，豆腐不能碎掉。好像走反了，记错了，是楼下的这个方向的门。不行，这样没对准。这样还没对准。Stay there. Roger. 血量都还蛮稳定的。This way. I'll go check over there. Fine.拿一罐就够了，然后算了，就这样吧。
过来。其实雷贝卡的血量比较危险。最后一个，见光死。一小三三零二零，我看一下哦，应该不是吊车尾喽。